这个地方度过了我们青春的大部分时间，无论晴天雨天，白天黑夜，开心难过，我们一切的喜怒哀乐都通通在这个游戏里。而现在这款实际出手游了，里面还原了原汁原味的画面系统，还能跟兄弟一起组队练级抓宠，甚至宠物养成，还是当年的味道，还是那段青春。当年的兄弟们，你们还在等什么？赶紧跟我来战斗吧。